也是有啊，还是有啊，然后就放瓜哥在哭的脸。我有看那个哎、欸，对啊，怎么还没有下掉？但他们在骗流量，然后就乱写，这样没有人可以告他们。而且可恶的是，他流量居然比狐狸精骨还高哎、欸！那该是我们狐狸精骨乱乱报一些消息的时候。小曾其实是过年被抢那个。哦，其实有很一阵子了啦。你其实现在，我那天在 YouTube 上面在搜别的东西、嗯，也是有啊，还是有啊，然后就放瓜哥在哭的脸。我有看那个、欸。对啊。怎么还没有下掉？但他们在骗流量，然后就乱写，这样没有人可以告他们。而且可恶的是，他流量居然比狐狸精骨还高哎、欸！那该是我们狐狸精骨乱乱报一些消息的时候，真的，你就牺牲了吧，我是这样子。会不会没有人 care？ 就我老公还放鞭炮。那你开始当下看到你，没有很生气还是傻眼？不会，因为其实前因为一直都有其他艺人的这种乌龙的，嗯，所以其实也我看他没什么，而且通常都是巨星才有，对，像成龙或者什么林连杰，对了，就是在成龙、林连杰后面我释放，对啊，是巨星才有这样，这样对的吗？太乐观了吧。